刺眼的光，水泥钢筋，玻璃的冰箱，没有表情的人们从不同方向，各自带着心事赶往那各自的不同方向。秋山的武装，只怕再被什么给碰撞。明明心里面存着滚烫的情感，很想和谁，很想想太多，到最后无情无感。你把手伸进我的口袋，就会翻出我说不出口的爱。有些什么藏在什么背后，你感受得出来。我把手伸进你生长来的。